情况是一阵不断啊，哇，这个大概十几分钟就一次余震，而且震度还是很大，所以不敢待在家里充啊。现在有充一点电，我可以将就用一会儿。现在就是那个水电全部没有啊，我这个手机信号还有啊，其他的全部没了。断电、断水，断网络，就是手机信号有。